各位同學，咁嗱，呢條係2011年paper two 嘅 A level pure maths 嘅第九條啊。咁嗱都古怪啊！你如果你 M two 嘅話，冇可能見過呢啲咁嘅 function 啊，咁古怪嘅。咁 f x 咧由 R 去 R 就 define 做 x 乘 integration f t g t d t。咁呢度嘅 t 咧，嗱個 x 係 variable 嚟嘅，但係個 t 咧喺呢度裡面咧係裡面嘅 variable 啫，所以 in 然之後冇咗 variable 噶啦。呢、這個再減去 in 零到呢、這個。咁佢要你 D 咗佢證明，等於呢嚿嘢。嗱，咁因為牽涉到要 D 一個咁樣 function， 譬如一個大 f(x) 係咁樣由零到 x， 跟住 f(t) dt 嘅話咧，咁如果你 D 佢嘅話咧，咁其實 by 即係 by 嗰個唔係 definition 啦 ，by 嗰個 properties 咧，其實將個 x 咧上面呢個 x 抌落去裡面。就冇咗個 integration sign， 咁當然啦，佢呢度要喺上面啊，下面係 constant 就得噶。咁如果佢係有其他嘢喺度咧，就要用 chain rule。咁呢啲即係稍為少見啲。咁所以嗱，我哋個呢度要 D 佢嘅時候咧，咁 f(x) 呢個啊，咁我喺呢度寫啦 ，d f(x) over dx。咁呢個嘢就用左啲又加右啲撞。咁左面 D 呢個就剩翻呢個，所以呢嚿加右 D 咗，嗱右 D 咗即係 x 乘以 D 呢嚿嘢，所以 x 乘以將呢個 x 抌入去個 t 嗰度，好。咁另外第二嚿咧就用 product rule D 呢嚿 keep 住呢嚿。D 呢嚿左右 D 啦，咁我寫下一行啊減，keep 住 FT 嗰一嚿 ，D 後面嗰嚿就變咗 GX，GX 相對個 T 係 constant 嚟噶，再減 keep 住後面嗰嚿呢個 T 嚟嘅，就 D 左面嗰嚿 FX。好啦，咁去到呢度嘅時候咧，咁我放大佢咯。咁因為佢要你證明佢係等於呢嚿嘢，咁點樣證明咧？咁其實足夠去睇嘅啫。我放大咗佢先。第一樣嘢咧，這個 x 咧，我 copy 咗一嘢先，等你即係，因為其實好多即係而家要現代嗰個情況咧，就少用呢啲咁嘅即係 format 嘅。第一樣嘢咧，就我將佢抌曬入去先。咁呢個 x 咧，其實可以寫做 in 零到 x dt 嘅，零到 x dt 係等於 t， 跟住擺零同 x 落去，即係 tx。咁所以個 x 咧，呢度 x 就變咗 in 呢、這個。咁當然 g 嗰個咧抌埋入去裡面，即係呢堆嘢當 constant 睇噶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咁然之後咧。這個 GX 我都丟進去裡面，這個 FX 又是丟進去裡面，我一步步去做，然後呢你發覺其實domain是一樣的，全部domain是一樣的，所以我們一次過框完它，懂得做這條就真的不會硬框的。好，我寫喺呢度，希望夠位寫啦。嗱，一次我框曬佢之後咧，擦咗佢 ，dt， 咁咪排翻好佢。哇，簡直好似 magic 咁樣 ，I'm Magic Johnson 咁樣，哇！突然間 ，oh shit！排到好啦，咁跟住抽 common factor 啫。呢兩嚿可以抽個 FT 出嚟，就變咗 GT 減去 GX。然之後呢兩嚿抽個負
FX 出嚟，負 FX 啊，就變咗係 GT 減 GX， 跟住 DT。好，抽完之後咧，竟然有得再抽喎，就呢嚿嘢啦，一抽再抽啊！我要同你隻抽咁樣 ，FT 減 FX 乘以 GT 減 GX DT， 咁我哋做到一部分啦。咁咪好長係咪先？即係原來去到而家先做到呢個啊！好啦，咁但係第二部分咧，呢部分其實有啲 trap 位嘅，我相信當年都應該即係trap 到好多人噶。嗱，第一樣嘢個f 同細 f 同細 g 咧係 increasing function 嚟嘅，咁即係話如果呢個係 d 咗一次嗰個 function， 即係啱啱好呢、這個，咁我其實我想辦法即係揾佢個 least value 或者 greatest value least value 咁啊 set 佢做零啦，係咪先？但係 set 佢做零，你點樣揾數順咧？即係揾個 zero 咧，係咪先？咁你揾唔曬嘅喎，因為除咗 x 之外咧 ，x 係零之外咧，其他我 x 係零嘅時候咧 ，dfx d t dx 其實係零咗嘅喎 ，x 係零嘅時候咧 ，dfx dx 咧應該係零嚟喎，因為佢 domain 係零啊嘛。咁佢有冇其他係 zero 咧？唔知嘅喎。咁於是我哋探索下呢個問題啦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呢個上下 domain 咧零到 x，x 冇話一定係正數噶，可以係負數噶。咁所以我就嗱咁，既然咁撩楞嘅嘢，我就將佢分 case 啦。分 case 啊，我放大佢先。第二 part， for x 大過零先。咁 x 大過零咧，如果根據嗰個情況裡面咧，個 t 咧就其實係呢個 t 啊，就喺個零至 x 之間嘅，但呢個係永遠啱噶。咁然之後咧，個 f 同 g 咧 ，f 我唔寫個嗰橫啦，即係嗰個 function f 同 g 係 increasing 嘅。咁所以其實個 ft 減去 fx 咧係一定細過零，因為個 ft 係細過 fx 噶嘛，同埋 n 我寫埋有等於啦 ，n 個 gt 減 gx 都係細過等於零，咁乘埋一定大過零咯。係嘛？咁一定大過等於零啦。咁如果 take integration 係用個 domain 係零到 x 嘅話咧 ，dt 咁佢都會大過等於零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第一樣嘢，我哋證明咗呢個 x 大過零嘅時候咧，咁佢個即係 df， 所以個 dfx over dt dx 咧係大過零嘅。for x 大過零，好啦，咁如果 for x 係細過零嘅話咧，咁我照 copy 呢堆嘢得噶啦，我只不過改，我需要改嗰啲字嘅啫，即係改嗰啲嘢啫。咁當然我即係經過長期訓練咁啊，即係同學啊切記一定要學啊。嗱，細過零嘅時候咧，個 t 就唔係咁樣，呢個位就唔係咁樣寫噶咯，係要咁樣噶咯。即係咁樣搞嘅咯，咁但係咧就如果你咁樣睇嘅話咧，你就啱啱好個 increasing decreasing function 呢個係變咗大過零嘅咯。好啦，咁大過零嘅時候咧，咁即係話 integration 佢個乘埋咧都會大過零嘅咯。好，咁啊再奇別嘅地方咧，喺呢度要多一行啦。咁 take 咗 integration 點算啊？你會問，喂，咁一嚿大過零嘅嘢 ，take 咗 integration 咪大過零咯，好直接啊嘛。但係 low 啊，因為你佢個 x 係負數嚟嘅，咁你上下限調轉咗咧，咁所以呢嚿嘢其實係細過零啊。
我特別用紅筆去寫低佢。咁所以 dfx of dt 咧係細過零。好啦，嗱兩個 case 齊曬啦喎。好，第三個 case， 如果 for x 等於零嘅時候咧 ，dfx over dt dx 咧其實係等於零嘅，因為你 put 落去個呢、这個個 interval 係零零去零，咁佢一定零啦。咁所以其實 fx 個 conclusion fx 係 attain is minimum at x 等於零。咁所以個 fx 咧係一定大過等於 f 零 ，f 零係零嘅。咁所以佢個 least value 係零咯。嗱，咁咪第二 part 做完咯喎。我哋俾你睇翻先啊，個 least value。好，咁第三 part 咧就相對就冇咁金嘅，但係呢 part 咧肯定即係好多。如果我相信啊，即係因為你分析得唔夠清晰嘅話咧，呢 part 係一定會錯嘅。差唔多即係十個學生都有十個錯噶啦。好嗱，咁第二 part 啦，咁呢 part 就好短嘅啫，呢 part。即係呢 part 啊，因為個fx 係 least value 係零啊嘛，咁所以 for all x 啊，我唔理佢喺邊度，即係 real number 嚟講，佢都會一定 fx 大過 f 零嘅，咁所以我哋 in particular f 一一定大過 f。零，咁我就將佢個數字 put 落喺度，嗱 put 個一落去一一一一，咁即係得到係一乘以 integration 零到一 ，f t g t e t 零到一 ，f t d t 零到一 ，g t。dt 嗱咁一我唔寫呢、這個大過零一定係大過等於 f 零 ，f 零係零嚟嘅。咁一調位就調到佢嗰嚿嘢出嚟噶啦，就調到即係呢嚿嘢 in 零到一 fx dx in 零到一 gx dx 係會細過等於零到一。fx gx dx 好搞掂咯，嗱呢 part 好短系咪先？好，跟住第三 part， 第三 part 系 mi 嚟嘅啫，其实嗱，因为 fx 系大过零噶，咁所以第三 part 咧我写呢度啦，第三 part fx 系 increasing function 嚟嘅，第一样嘢。第二樣嘢咧 ，fx 咧係大過零嘅，咁所以咧 ，fx 嘅 k 次方咧，即都係increasing function， 同埋大過零嘅。其實大過零喺呢度就唔使用都得噶啦，幫我寫埋啦。For all x， 咁所以咧，我用個 by induction hypothesis 咧。呢嚿嘢 n 次方可以拆開佢做 fx 嘅 n 減一嚿，同埋一嚿。咁都係我呢度嘅 m 我飛咗個跳咗個步驟嘅，跳咗個hypothesis 嗰、那個即係啲 basic 步驟噶咁樣。希望各位同學唔會嘈我啦，係咪先？嘈，如果你嘈我就咪嘈咁樣。咁by個induction hypothesis咧，呢個 n 減一次方可以搬入去裡面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咧就當呢個係 gx， 呢個係 fx。咁全部都有曬個 properties 嘅，呢度落去咧就by個assumption啊，induction assumption
安德森阿森逊。好啦，咁然之后咧，再落去咧，其实就摆个 part 系第二 part。第二 part 就会可以将佢零，将呢两个 function， 我拣低嗰两个，呢个系 g， 呢个 f， 乘埋佢。咁我哋就 prove 到佢嗰个嘢啦。哇，咁都几爽喎！嗱，如果当年啊，个MI 可以咁样写噶，咁样写会俾足分嚟嘅，因为嗰个你再写咁多啲无聊嘅字咧。即係無聊，真係揾 K 撩啦，咪先？好啦，咁最尾一 part 咯，嗱，最尾一 part 就係呢、這個，要你證明fx 係gx 啊 ，h 係 increasing function 係 positive 嘅，佢即係呢度咁樣由 r 去 r plus， 即係話咧 h 係大過零 ，for all x 咁嘅意思嘅咋？即係你可以咁樣演繹咗佢嘅。咁好啦，咁佢要你證呢堆嘢，我屌呢堆嘢點證啊？第一件事我們上面有的東西是0到1的，這裡負2到3，其實呢有幾個方案可以做的，第一個方案就是負2去1，負1，負1去0，0去1，1去2，2去3，分開它5舊，5舊之後逐舊去 change variable， change 到它去0到1，一是呢，這個第一個 option， 一是呢直接將個2同5，2同2到3之間呢一個一縮細嗰個domain，令到佢個domain變咗做零到一。嗱，呢個兩個係方法，即係通常用嘅方法啦。咁當然啦，因為我見到有個五嘅次方出咗嚟咧，咁我就採取第二個option。咁即係話咧，我希望咧個二咧 x 係二嘅負二嘅時候咧，就 change 到佢個 u 咧係零 ，x 係三嘅時候咧 change 到個 u 係一。我做呢個 option 啦，所以我即係呢個 linear function 嚟嘅啫，所以我 let 咗個 u 咧係等於 x 加二 over 五。你可以試試，因為呢個我自己喺草稿做咗噶啦，即係我 set 咗嗰條set 咗個u 等於 a x 加 b， 咁跟住代翻嗰兩點落去揾翻嗰兩個 a 大 a 大 b 嘅啫。嗱，呢個即係純粹係個心得上面去即係睇啲 transformation 嘅效果啊。好，咁我哋轉咯。du 等於五分之一個 dx， 好啦，負二到三 hx dx， 咁呢個嘢就可以變咗做係 x 係負二 ，u 其實係零 ，x 係三 ，u 係一，所以個domain變咗零到一，就 h 咧就係調翻佢咧就五 u 減二。dx 就會等於五分之一個，唔係 ，dx 等於五個 du， 跟住成嚿數嘅二零一一次方，咁嗱個數字個五咧就可以抽出嚟嘅二零一一，好，我喺隔離寫啦。hx 咧係 increasing， 同埋係 positive 嘅，咁所以 h 5u 減二都係 increasing function， 因為個 u 係 increasing， 你再將佢 transform 咗五 u 減二 increasing， 同埋 h 5u 減二都係大過零嘅，咁所以呢個嘢可以 apply。apply 第三 part， 呢個係 by 第三 part， 二五嘅二零一一個次方可以縮，sorry 啊，唔好意思啊，走咗個次方可以縮咗入去裡面個 h 嗰度。好，咁但係咧，嗱，佢個問題咧就要轉翻去做 x 嘅嚇，咁所以再轉翻步咧就叻咗，x 係等於五 u 減二 ，dx 等於五個 du， 咁所以呢個係五嘅二零
1111零到一啊，唔系转埋个 domain 啊，系啊，转埋个 domain， 唔好意思啊，个 domain 就系 x 系，即系转翻转头嘅啫，呢个我唔写啦。咁 hx du 就等于五个 d， 五分之一个 dx。咁你抽咗出去嘅时候咧，就五嘅二零一零，哇！即系问你屎味，唔好意思，呢度漏咗个二零一一。问你屎味，嗱咁样就 proof 咗啦。即系佢嗰个，其实呢个似咩咧？似个 coach swatch inequality 嗰啲摆个，即系嗰个一个，我估佢应该有名嘅，啲 generalization of coach swatch inequality 咁样。OK。咁誒 so funny 啊！好啦，咁誒希望各位同學可以睇多一啲即係數學嘅一種樂趣啊！咁啊，好最後啊，呼籲各位同學請 subscribe Dr. K.D. Max 呢個 channel， 拜拜。